好朋友约好了一起出去玩，不要耽误作业就行。没问题。好多粉丝宝宝都问你了，说你六年级了，时间紧张吗？我也好奇，你要完成课后作业，上午上古筝，下午还要阅读课，你说你哪有时间出去玩？来，高校干作业了。数学卷子20分钟完成，集中精力，避免拖拉。完成了。下一步巩固错题，5分钟完成。整理错题了。所有错题都打印出来，整理在错题本上，再认认真真的做一遍，分类整理，这样复习的时候会很方便。这些单词都要掌握，30分钟完成。Ready, ready, 准备好的，现成的。Heavy, heavy, 重的，重的，沉重的，沉重的，大量的。再完成剩下的作业。作业写完了，上午10点到11点的古筝课，下午2点到4点的阅读课。上完了就可以给我的好朋友一起去玩啦，晚上的时间用来预习。给你转200块零花钱，玩得开心。好嘞，谢谢妈妈。